皮肤最帅是他死的那一刻啊。笑不出来了。哎，What is this？ 笑不出来了。这怎么整啊？谢谢等等是的高级等等。哎呀，无所谓，这把输了也无所谓，我又不是要跟他打，对不对？无所谓，只要能干掉法师就可以。这把走流放。没事没事，输了也没事。你葬是我。哎，谁说我会输？开玩笑，你们懂游戏吗？妈，就是按照我前面那个手牌，我不去过那么多牌，我有什么机会？对不对？我是过了牌以后，我才看到的那些牌，是吧？那里你只回20甲，这回合你不死，下回合还是一样要死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就是，我就跟那些观众，就他懂的人就说，明白吧？就他如果就但凡他的水平是那里打果子回20甲，他用德鲁伊赢不了，对吧？这不是结果论，结果论也不可能打果子，就没有一种可能会打果子，打果子得什么水平？呵呵，真的，就是你叠了20甲，这回合你是不死的，下回合呢？他的意思是最后一费果子，那他也确实打不了炉石啊。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，就是他又玩不了德鲁伊哥嘛，真的。巨人贼吗？我怎么都得把奇利亚斯打出去，就算复活一个，我这个补水局也有用，不打奇利亚斯有啥机会？恐怖了。这是要疯狂找巨人的，搁那儿有一个，哎呀，这个嘲讽有点尴尬。导演，好，完美，哼，到你了，弟弟。我觉得他很不尊重我。在我出这种怪的时候，他搁那打个这，他不尊重我。来，东六杠五，嘿，解小李的高级的。哎呀，他既然不尊重我，我就再出一个让你尊重。对面很努力的想尊重，哦，他要来了，康巴了，这才是宝藏。哦，我要死了吗？小李做两个啄木鸟，哎呀，哎呀，罢了，这咋整呢？我觉得下游河有可能我要死了。我在想，就是我在想的一个问题是在于，我要不要回个甲？我认真的，
这不开玩笑。OK。想了想哦，骑士能不能留啊？那是不可能的。这些阿欧做的高级的。哎呀！聪明猪。他目前给我的牌都是一些没用的牌，没见过胡的德鲁伊啊。我觉得这个局，因为我手里面有补水区，所以来了奇利亚斯是最好的。想赢啊！我不能拉过来，对面有个小超管的，拉过来是没用的。导演想赢我这。你看对吧？奇利亚斯，你不是你别打脸，哥们儿，你解个怪，不是我是没办法，你可能打脸我叫杀了，他是被吓傻了吗？人头要给他、啊。娜娜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，我的理解是啊，娜娜的牌是万一你碰到，就如果你往上打打，万一你碰到一点慢速，比如说假如有个什么战士啊什么之类的，你还是蛮需要娜娜的质量的，你知道吧。这是传说中的天狐吗？我这样会不会就劝退了？其实我不想这样打，但给他一点震撼。你猜他会什么时候退啊？其实不厉害，没有拉到任何一个质量牌，有一说一啊，真的不厉害，这发挥好差呀。我就说啊，你不会当着我这个面什么搁那打个这个有的没的的吧，吓我一跳。我能杀了他吧？我杀不掉他吧？那就随便出一个吧。下回回来个果子可以杀。完蛋了，这个场面怎么这么弱？这个何止是节奏快呀！现在这个天梯已经颠覆了你的想象了，真的。
拿什么抓法师？这个德鲁伊啊，我认真的呀。最近拉你男朋友一起看，他已经一愣一愣了。等一下啊，我先点一下这个，那我就知道怎么跟你说话了，对吧？万一等一下我对你很粗鲁，人家是个小姐姐，我就是吧？这你又是何苦呢？萨满需要思考，我们一定要理解。Lucifer 嘛，他蛮能吃的，是的呀，他胃口蛮好的。那我觉得先把这个出了吧，这个拉一个这个。本来我想说去过点牌的，为什么现在不？这号牌如果有牌出，不要过牌。万一你把第二个这个过到手里面了，你说对吧？哎呦，被他捡的有点烦，这把刀蛮克我的。来个933，我想想看，这里我要开这个吗？我会拿横扫吗？我不确定。嘿，哥们儿，你解四五解二二，只要不打脸跟解一杠一都行，你打脸干？什么鬼的构筑啊！我看看，我这脸，真是琢磨不透呢。我不知道他在干嘛啊。女人心海底针，真是琢磨不透。但这个场其实也不是一个萨满能看得懂。What in the deep？ 哦，好棒棒啊！法师不会听怎么玩不玩呀，大家一起玩毒瘤啊。他到现在补丁还不上，你让大家怎么办呢？这把我还可以啊，天胡了。哎呀，抽这个就不胡了，本来这把是天胡啊。来个机位抽牌吧，也可以。呜、哦、谢谢。果然换了马铃有奇效。海啸这个牌没有问题，有问题的是盗贼那个游客。真的不是海啸，不是一张新卡、你知道吗？它不是一张新卡，没问题。哥们儿，有问题的是那个，是新的那个游客，你知道吧？谢谢阡陌送的折磨你啊！哎呀，
就海啸这个牌真的不是新卡，德鲁伊以前带海啸的，对吧？这牌真的也就那样了，哥们儿，他不厉害，真的。10、20、24，真差一点点哈。起手留个马林去找个跳费吧，这东西万一被拉出来，其实我血亏的，真的。这头像有点东西哈，我跟他问候，看他能不能给我回复一下，看这个东西有没有。打得不错。哟，这做的有点可以啊，你们想买吗？我需要来个三倍跳费，哥们儿，谢谢。哦，这是双节的皮肤吗？打得不错。怎么办？对面费用套的比我高，我是一个德鲁伊，感觉有点没脸见人。这是萨满跟战士的双职业皮肤啊！现在暴雪是越来越偷懒，皮肤都能做双职业的吗？盾猛吗？你会后悔的。哎，其实如果出一种皮肤，比如说这个皮肤我很喜欢，你让我挑一种皮肤，然后我所有职业都能带那个皮肤，我觉得也还可以，因为有些人可能就喜欢那个皮肤嘛，你知道吧？我能不能下月和偷偷摸摸给他叫杀了？好，我觉得对面这波蛮亏的，那我马林抽三张吧，要不？那万一马林抽三张没有抽好咋整啊？有点多，就是我把娜娜下了换了马林，对的了，你要顶住啊羊角包，他也马林去了，加油啊羊角包。锻造跟不锻造是两张不一样的牌，你看这个，这个你看已锻造对吧，这个是抉择，你看这两个牌颜色都不一样，这个是不一样的牌，这个就跟大地是一样，就是你助能了和没助能，这他每助能一次那个牌都换了，所以你们记得，就锻造跟不锻造是两张牌，这就跟以前腐蚀那个机制，就是你把这个牌腐蚀了，它是一张新的牌。羊角包不行啊，感觉有点弱者的气息。好像蛮厉害的。What is this?
我打这个了，哦哦哦哦哦，哎呀，忘了。啊，你要死这么久？啊，这皮肤最帅是他死的那一刻啊。